准备配狗，气氛不对劲啊。今天咱们安排了一场相亲，那就是中亚牧羊犬搭配高狼。可惜呀，中亚牧羊犬并不喜欢这只黄色的高狼犬。这样吧，咱们给它重新换一个老公，给它找只拉布拉多犬过来搭配一下。这就是今天的主角啊，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犬，身强力壮，非常年轻。咱们一会儿看看它会如何表现。小伙子有点害羞嘛，不敢出笼。刚开始相亲都是这样嘛，难免有点不好意思，习惯了就好。要想相亲能成功，脸皮必须练成功。一进入场地，这只拉布拉多犬就被中亚巴克给欺负了。中亚几乎有拉布拉多犬两个大，体型上完全不占优势，今天相亲有点悬啊。虽然有点害怕，但是他还是壮着胆子闻了闻高狼犬。再强大的对手也不能阻挡咱们谈恋爱啊，对不对？这会两只小狗谈起了恋爱，谈情说爱啊。可惜巴克又来了。中亚巴克心说，虽然我不喜欢这只狗，但是其他狗也休想带走它。霸道的狗就是这样啊。拉布拉多犬现在内心慌乱无比，一方面想谈恋爱，另外一方面又很害怕中亚打他，最终他选择了逃跑。心里估计还在骂高狼犬，小姐姐你千万别跟过来啊，再跟过来中亚巴克又要来打我了，你看。小姐姐求求你放过我吧，千万别再跟着我了。谈恋爱虽然很重要，但是性命更加重要啊。拉布拉多犬虽然也喜欢高狼，但是没有办法啊，有中亚巴克在，今天这场恋爱是没办法继续了。